这是我羽球的运动装备，就是有我的球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婉婷，我现在要拍摄的是 L 的 What's in my bag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的运动包，现在要来开箱，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平常运动，这是我羽球的运动装备，就是有我的球拍。然后呢，还有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毛巾、水壶。那这个呢是 Elrun 的联名水壶，很可爱哦。还有运动的时候，我会摆一双运动的球鞋在里面，因为呢，羽球鞋它就是要就是抓地力比较强的，就是避免翻车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就是打羽球专用球鞋。对，因为我们有个球队，就是都是艺人在打的，然后我觉得有伴就会比较有兴趣，然后有兴趣就会持之以恒做这件事情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运动过后我也会补充这个高蛋白。好啦，大概呢这些都是我运动会带的东西，在我的袋子里面。球拍是一定要带的啦，因为就是要打球嘛。然后运动鞋也一定要带。再来呢，最不可缺少的就是水壶，因为运动就是要常常补水，才能保持最佳状态。以上呢就是我的运动包。如果想要更多我的资讯的话呢，记得追踪 L Taiwan， 还有记得赶快去报名 L Run 哦。2023这一季风格的时尚路跑 L Run with Style。将首度举办北高两场，4月22在高雄梦时代大道，4月29在台北的大家河滨公园，大家赶快去报名，一起在城市赛道上自由的奔跑吧！